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左晴。今天是2020年11月6号星期五，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视网和即视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我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温为12度到14度，夜间最低温为0度到0下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和北部有雨夹雪或小雪，温度也会有所下降。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下降至8度左右，最低温度出现在9号早晨。由于未来几天冷暖转化比较剧烈，提醒大家要注意调整着装，谨防受凉感冒。另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级，风力较大，相关部门以及市民要注意做好防范。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项关于健康的改革，这一项改革可能关系到每个家庭。大家都知道，很多心脏病患者都会通过手术介入治疗，植入心脏支架，而心脏支架这类的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相对较高，患者费用负担较重。昨天由国家组织的首次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集中带料采购工作在天津进行，10个产品已经中选，涉及8家企业，包含中外企业，中选产品重价为700元左右，主流产品均入选，涵盖了医院意向的采购量70%以上。按照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总体思路，国家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全国各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成联盟。本次集采产品为各合金再药冠脉支架，首年意向采购总量为107万4722个，意向采购量由联盟地区各医疗机构报送采购总需求的80%累加得出。本次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周期为2年，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日起计算。2019年5月，中央深改第8次会议审议通过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的方案，要求按照大量采购、量价挂钩、促进市场竞争等原则，探索高值医用耗材分类集中采购，以实现减轻患者负担、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耗材企业转型升级等目标。从2009年到2019年，我国冠心病的病例数从23万例发展到超过100万例，年增长速度10%到20%。随着病例数的不断增加，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发展迅速。58岁的患者王子光最近确诊急性心肌梗死，刚刚在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做了冠脉支架手术。2个冠脉支架，每个支架10000多元，加上住院费等其他开销，已经用了40000多元。以浙江长兴县为例，2019年，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共计开展冠脉支架植入手术400多例，由于使用数量较少，不能以量换价，最终造成了医院运行成本高、医保基金压力大、患者用不起的3方被动局面。为了稳妥推进高值耗材改革，2019年在国家统一部署下，江苏省先行先试，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省级冠脉支架招采工作。中选支架价格平均降幅51%，被压缩在2850至8666元之间。从中选品种分布情况看，既有进口品种，也有国产品种，既有高价品种，也有低价品种。中选品种与当前临床使用主流品种一致，能够较好地满足临床需求。截至今年9月30号，江苏省采购冠脉支架完成率113.91%。国家医保局表示，通过集中招标采购，高值耗材价格降低而减少医疗机构支出的部分仍然归属医疗机构，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心脏外科医生的绩效考核进行适当的倾斜，不下调支付总额，剩下给医疗机构。我现在把你成本给你降下来了，空间全给你。医疗机构的话呢，通过合理考核，给咱们这些心脏科的大夫啊，会发点绩效的这个鼓励。
昨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医师协会正式发布《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年修订版。据介绍，新规范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展，赔付条件更为合理。据介绍，新规范首次引入轻度疾病定义，将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死、脑中风后遗症三种核心疾病按照严重程度分为重度疾病和轻度疾病两级，并且该三种轻度疾病保险金额比例上限确定为30%。就是老版的，就是其实对这个轻症啊、重症没有区分啊，其实也带来一些逆选择的风险，可能对有些这个投保人和被保人是不公平的啊，这个30%的比例呢，其实我们测算基本上能够覆盖轻症的这个治愈啊，可说是把钱用在刀上。另外，新规范还增加了病种数量，将原有25种重疾定义完善扩展为28种重度疾病和3种轻度疾病，并适度扩展保障范围。内容表述方面更加规范统一，消除广大消费者对于重疾定义在人体损伤标准方面与伤残标准描述不一致的困扰。另外，中国精算师协会发布了《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20》，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重疾表修订实施后，从价格上看，对于主流重疾险产品，如果在相同保障责任的前提条件下，重疾险产品价格会略有下降，对于定期重疾险产品，部分年龄段的价格会有明显下降。再来关注常态化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11月4号0点到24点，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8例，均在新疆，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0例。当前我国流感已经进入了流行季，同时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蔓延，疫情输入的风险持续存在。为了确保全国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流感医疗救治工作平稳有序，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了新版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增加了流感与新冠肺炎的鉴别诊断，进一步规范了流感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方法。新版方案对流感的临床表现和并发症作出进一步完善，流感体温可达39摄氏度至40摄氏度，有畏寒、寒战、多伴全身肌肉关节酸痛、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常有咽喉痛、干咳，可有鼻塞、流涕、胸骨后不适、颜面潮红、眼结膜充血等，部分患者症状轻微或无症状。在鉴别方面，新冠肺炎轻型、普通型可表现为发热、干咳、咽痛等症状，与流感不易区别，与重症、危重症流感临床表现类似，应当结合流行病学史和病原学鉴别。5类人群感染流感病毒后较易发展为重症病例，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尽早进行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及其他必要检查，给予抗病毒药物治疗，其中包括年龄小于5岁的儿童，尤其是年龄小于2岁的婴幼儿更易发生严重并发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伴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肾病、肝病等的患者，肥胖者体重指数大于30，妊娠及围产期妇女。新版方案对流感抗病毒药物使用作出进一步规范，尤其对轻症流感的中医辨证治疗做了丰富和完善。成人推荐使用莲花清瘟胶囊等，儿童推荐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等中成药。特别提醒，没有儿童适应症的中成药不宜给儿童使用。来关注油价，从今天0时起油价下调，92号车用乙醇汽油每升下调0.13元，调后每升5.40元，95号车用乙醇汽油每升下调0.14元，调后为每升5.82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2元，调后每升4.96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6.5元。
昨天为期六天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在成功参加前两届进博会的基础上，吉林省在本届进博会主展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搭建了综合形象展区，吉林一号卫星、复兴号高速列车、红旗新能源汽车、冰雪经济等吉林元素亮相博览会。展会期间，吉林省还将开展招商洽谈、商品采购等活动，为借助这一平台优势宣传推介吉林名品。昨天下午，2020大美吉林食品节在上海开始。来自全省70多家企业的200多种产品集中亮相食品节，吉林大米、杂粮杂豆品种齐全，蜂蜜、人参蜜片、木耳等林下产品种类丰富，引人驻足。通过这个二维码可追溯，了解一下我们吉林食品它的种植环境、黄金水稻带，甚至说我们的气候如何去进行人工施农加肥等等这些操作流程，然后让他们吃到我们吉林的放心大米。通过这次大美吉林上海食品节这一宝贵的窗口，全面展示吉林黑土地名优特产品，推动两地企业深化产销协作，促进咱们吉字号的品牌在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落地生根。本次食品展销活动地点位于上海市南京路的上海第一食品商店，活动将持续到11月10号。今年的进博会已经是第三届了，那今年的进博会都有哪些亮眼、关注度高的展品呢？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镜头先睹为快。今年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高端装备、工业自动化及解决方案等大家伙将继续展示大能量。还记得这个来自德国永恒力公司高达8米的全自动料箱堆垛机吗？去年它可是赚足了眼球，参展第二天就收到了订单。今年永恒力又带来了一款自动导航叉车，作为全球首发。这台最大载荷1吨、可满足3.2米高度内堆垛作业需求的叉车，能自如地搬运转弯。车身搭载的超声波及传感器能对车辆四周的环境有效监控，降低事故率。这也是永恒力参加前两届进博会后对公司产品进行本土化改进和生产后的升级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进博会的技术装备展区今年首次增设了节能环保专区，将汇集众多海外企业应对全球气候挑战、生态保护、垃圾处理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今年汽车展区盛况空前，新品多，参展品牌强，几乎涵盖全球所有顶尖车企及相关行业龙头。届时，30件与汽车、智能出行相关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将首发亮相。画面里的是创新概念轮胎，轮毂与轮胎一体，还免充气，安全环保。而采用全新技术来自瑞士日内瓦车展的 3D 打印超级跑车也将亮相。这颗钻石展品被誉为全球五大黑钻之一，重88克拉，57个切面，直径大致相当于1枚1元钱硬币，估值约3700万美元，也就是2亿多元人民币。黑钻从法国运抵上海，进博会结束后，他还将留在上海延展，与更多珠宝爱好者见面。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于昨天起在全国正式发行，这是新版第五套人民币最后完成升级的券别。新版人民币与旧版有什么区别？大家又该如何辨别真假？现在能否兑换新版人民币？昨天记者在长春走访了多家银行。爱好收藏钱币的长春市民郭先生一大早就来到了中国农业银行二道支行，等待兑换2020年版5元人民币。给我第一感官特别好，兑的是10000块钱，对于收藏品，对国家这钱币一种喜爱吧。这一版的5元纸币，具备更安全、更亮丽、更利于识别的特点。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双面挖印印刷技术。这是我们中国这个首次在5元纸币上运用这项技术，全省5185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网点，大家都能够换渠道。据介绍，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保持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规格，主图案、主色调、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国徽等要素不变，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和印制质量。两面采用抗脏污保护涂层，3种方法来鉴别新版5元纸币：一转，转动钞票，
中间的光彩光变面额数字，它的颜色是在金色和绿色之间变化，并伴有一条亮光带上下滚动。二摸，用手触摸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国徽、毛主席头像等多处，我们有明显的凹凸感。三透光，正面左侧的花卉水印，票面正面的左下角和票面正面的右上角及其背面透光观察，可见一个完整的数字五和凹印对应图案。在此提醒社会商用机具厂商及用户，及时对现金机具进行升级，确保能够识别2020年版五元纸币。来看一个通知，经省政府同意，决定调整全省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调整范围为2019年12月31号以前发生工伤、享受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伤残津贴调整为一级伤残每月增加230元，二级伤残每月增加220元，三级伤残每月增加21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调整为配偶每月增加117元，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增加106元。生活护理费的调整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每月增加220元，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每月增加176元，生活部分不能自理每月增加132元。近日，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通知，自2020年12月1号起，原由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以及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发放的道路旅客运输相关文书和证件自动作废，相关文书证件改由市县两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自行负责印制发放。已发放的印有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以及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印章的道路客运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许可文书和证件，应在2020年11月30号前由所在区域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收回登记销毁，并同时换发新的许可证件和文书。新闻早报热点贴心报，针对网络有偿删帖和软色情信息等突出问题，国家网信办决定从昨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有偿删帖问题专项整治，以及开展为期1个月的网上软色情信息专项整治。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有偿删帖等网络黑公关问题不仅扰乱社会舆论，影响社会价值判断，而且损害了网民和企业合法权益。此次网络有偿删帖问题专项整治为期2个月，至明年1月初结束。另外，针对网上软色情信息违背公序良俗、污染社会风气，尤其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等问题，即日起开展软色情信息专项整治行动，为期1个月，至12月初结束。据了解，此次有偿删帖软色情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全国网信部门将全程跟进督导，严肃约谈处理一批问题严重、整改不力的网站平台，及时查办曝光典型案例，形成震慑效应。日前，四川绵阳警方公布了一起历经2年侦破的特大跨境网络涉黄直播案，涉案资金高达2.6亿元。到9点半刷的最多的可以提要求的，可以满足榜一的要求。2个加思维，1个加福利微信，1个看福利的。在某直播平台的直播间里，充斥着各种各样露骨的画面，女主播的表演低俗不堪，甚至有色情表演。女主播穿的比较暴露，同时她会发出声音来引诱这些游客进行充值。观看者赠送主播特定的礼物后，就能够要求女主播进行更大尺度的表演，或者脱离平台进行交易。送一个跑车过后，他就可以加女主播的微信，加后，那么女主播就会给他发送自己拍摄的或者是从别人那里下载的淫秽视频。2018年10月，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侦破，专案组发现，这个直播平台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查打击，只能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下载，而且不停地更换名字。比如说，这个时候他叫
蒙露，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叫楚姐、李某。警方初步掌握的情况显示，该犯罪团伙运营的涉黄平台有20多个，专案组抽调警力，对涉黄主播表演内容、场次、人数、充值流程等进行了3个多月的远程勘验取证。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旗下平台注册主播近1万名，注册会员多达50余万。除了进行涉黄直播外，还提供平台接口，从事赌博、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形成了包括渠道推广、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资金转移、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等一系列黑色产业链。该案随后被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安部列为双督办案件。在后续的侦查当中，专案组人员发现该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清晰，核心成员是在境外远程操控，由境内骨干人员实施作案。专案组以资金流作为突破口，对相关人员和账户进行仔细筛查，发现这些资金均流入了成都的一家非法资金中转公司，并分散到大量个人账户名下进行洗钱。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逐步查清了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和运营模式。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横向主要分为直播部、博彩部、资金部3个部门，纵向由3个层级构成，顶层为直播平台的开发运营团队和非法资金中转公司，中层是所谓的工会会长，底层是挂靠各个工会的主播，呈金字塔模式管理。2019年3月，警方获悉该犯罪团伙的2名管理和运维人员从柬埔寨回国，专案组立即赶赴厦门布控，成功将2人抓获。与此同时，对非法资金中转公司、直播平台技术团队等各环节的犯罪团伙同步展开抓捕工作，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明涉案资金2.6亿元，关闭涉黄直播软件27个，查扣服务器2台，扣押冻结涉案资金750余万元，彻底铲除了一条跨境涉黄网络直播黑色产业链。近日，5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分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该案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躲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经警方大量工作，已经先后有12人陆续回国投案自首，对其余涉案人员的追捕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司机上路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除了学车技，还要学交通安全法。不过有的司机啊，车技和演技都越发老练，却唯独淡漠了安全意识。别以为交通安全只有汽车司机才需要学习，骑车上路的人也不能糊涂，不然就会陷入下面的窘境。近日，云南曲靖交警正在设卡查酒驾，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主动靠近，要求接受检测。飞航啊，现在给打他。这是来借交警的设备测酒量的吗？那就成全你。对呀、啊，可以。80以上就属于醉酒，就是20不，你这个是走哪里骑到哪里？还有我在那边接过来。经过来的，偷的不是捡的，偷的嘛，偷的啊，通知的。后经调查得知，该男子是酒后胡言乱语，并没有涉及偷窃，只是醉酒骑非机动车也是会受到处罚的，罚款50元。这一下男子终于清醒了。结论定量有多大？大，我现在想不到了。在广东清远，也有这么一个骑车人，虽然没喝酒，但胆子更大。交警拦下摩托车一数，居然载了5个女孩，比一辆小汽车核载人数都多。经查，该骑车人是一名摩的司机，摩托车的行驶证还过期了，涉超员和无证2项违法。交警对其罚款1600元，记26分，并勒令其写下检讨书，保证不再犯。骑车人安全意识薄弱，开车人却故意制造碰撞。前不久在浙江温州，就有一名女司机自编自导了一场撞车戏，来看一下。在浙江温州，一名女司机报警称自己开车从厂房出来时与另一辆车相撞，但交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厂门口道路宽敞，事故发生得很蹊跷，于是交警调看了事故发生前的视频，发现了秘密。这场车祸经过周密的排练，先是探讨剧本，然后第一次演练没有成功，经过商讨再来一次。在监控事实面前，女司机交代，因为自己的车大灯损坏，维修估计要上万元，为骗保，所以想出这出自导自演的闹剧。目前制造事故的3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立案调查。
如此操作确实真的该好好惩罚。同样需要严惩的还有下面这位。日前有网民通过网络举报，在江苏南通市某区，一辆宝马轿车以时速近260公里飙车。接到举报后，警方迅速投入侦查，抓获了嫌疑人卢某龙。经调查，卢某龙在公路上故意高速飙车，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留。随后，司法机关立即对其展开调查。调查发现，10月26号上午，卢某龙为寻求刺激，驾驶小型汽车由西向东，从静止状态开始极限加速行驶约2公里，行驶时间48秒左右，超过规定时速200%以上。行驶过程中，卢某龙还有违反交通法规，以左手控制方向盘，右手持手机摄录的方式驾驶汽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逆向行驶超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11月3号，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危险驾驶案件作出一审宣判。经审理，卢某龙的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2个月，处罚金4000元。我们做这个考虑的话，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卢成龙危险驾驶50秒左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发生实际的危害性，在飙车结束以后他及时进行了那个正常驾驶。第二的话是卢成龙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考虑到那个刑法的那个罪责刑相适应的话，我们是做出了卢上的那个量刑建议。警方提醒，冲动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驾驶员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做到心中有法，安全行车。再来看一个救援现场。3号，在从西安飞往广州的 HU7857 航班上，一名1岁多的幼儿被食物卡住，情况非常危急，航班机组人员立即开始抢救。一起来看一下。当时航班上一位旅客怀抱中的小男孩被食物卡住，出现抽搐的症状，面色苍白，乘务员立即用专业急救技能对孩子进行紧急施救。我当时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翻白眼，然后面目苍白，就把孩子头低脚高，然后就开始紧紧拍打他的背部。在抢救的同时，航班机长迅速联系塔台，申请直飞，尽快落地。在机组人员的紧急救助下，7-8分钟后，小男孩终于吐出了刚吃的奶和葡萄干，情况转危为安。飞机提前半个小时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机场救护医生第一时间登机，为孩子做了全面检查，情况并无大碍。前段时间，西安一名保洁员工作间隙休息时跳霹雳舞的视频火遍了网络，而这样的民间高手还有不少，他们的舞姿迷倒了很多人，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这位疯狂起舞的帅哥名叫黄建华，今年已经52岁了，是陕西西安一个卖水摊的售货员。10年前，他从福建来到西安，一边做生意，一边跟着视频练习霹雳舞。经过7年的学习，已经成为公园里的明星，成为广场舞大军中的一股清流。如今啊，许多人开始跟着他一起扭摆起腰肢了。这位农民工同样不简单。他叫潘旭龙，来自江苏淮安，工地就是他的舞台，干活工具就是他的舞蹈道具。他把舞蹈视频上传网络，迅速走红，如今已拥有200多万粉丝。他跳舞的时间其实并不长，1年前他在网上看到别人跳舞很有意思，就利用工地上的间隙自编自跳鬼步舞。你能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就是一个外墙粉刷匠，因为就是每天干体力活，腿上有力气。我跳会几个舞步以后，拍了几个作品，与众不同，我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才气满满的还有这个小伙子。听出来了吗？这个小伙子唱的是杜牧的《阿房宫赋》。小伙子叫李文杰，是海南海口的一名高中生。他把艰深拗口的古文用说唱的形式背出来，再来节奏了。那古诗词大多都是比较押韵的，读起来就很有那个韵律感，很适合用来说唱的。这一次就结合了一下二者，然后把那个《阿房宫赋》背了一下，是传统文化焕发新生的一种方式。
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大选，美国大选的计票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最新统计，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现获得214张选举人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获得264张选举人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统计则显示，特朗普和拜登目前分别得票213票和253票，得到选举人票超过270张的候选人获胜。路透社五号援引美国爱迪生研究公司的统计，目前佐治亚州已经统计完了96%的选票，特朗普的票数微弱领先于拜登。佐治亚州的计票人员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往届美国总统大选通常在选举日当天或者是次日凌晨就能够产生结果，而今年的选情异常焦灼，截至目前还有几个摇摆州的计票结果仍未出炉，这很大程度上是邮寄投票导致的。那么什么是邮寄投票？这种投票方式会怎样影响大选的走势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一般分为现场投票和邮寄投票两种形式。从美国大选历史来看，邮寄投票并非新鲜事物，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就已出现，不过总体而言在过去大选中占比不大。然而今年因新冠疫情肆虐，很多选民为自身安全选择邮寄投票方式，使得邮寄投票数量激增。据美国选举计划网站统计，目前的邮寄投票已超过6500万张。对于邮寄投票，共和民主两党态度截然不同。从今年3月开始，寻求连任的共和党籍现任总统特朗普就多次公开对邮寄投票的程序合法性和安全性提出质疑，认为邮寄投票会导致大规模欺诈。民主党方面则对邮寄投票持开放态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首次总统候选人辩论时就曾反驳特朗普对邮寄投票的质疑。No one has established at all that there is fraud related to mail-in ballots, that somehow it's a fraudulent process. It's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He has no idea what he's talking about. 受两党截然相反的立场影响，选择邮寄投票的民主党选民远多于共和党选民。美国选举计划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选民注册时需登记党派倾向的各州中，已寄回选票的民主党选民超过1700万，共和党选民为1000多万。而邮寄投票由于中间环节较多，计票程序涉及拆信、验票等环节，耗时远多于现场投票。不仅如此，邮寄投票出现问题的概率也更大，例如容易产生不合规或残损的废票，导致投票成功率低于现场投票。分析人士指出，两党对邮寄投票的争议可能会导致有候选人拒绝接受大选结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引发司法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将可能介入。根据美国宪法，本届总统任期将于2021年1月20号结束，大选结果确定的越迟，留给两届政府交接的时间就越少，而如果大选结果迟迟无法确定，就可能引发长期政治僵局，不可避免的会影响经济，增加市场动荡风险。来关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万，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最多的一天。据报道，目前美国中西部和平原地区的新增病例继续急剧攀升。4号，明尼苏达州、印第安纳州等多州报告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都达到新高。过去7天，美国全国平均每天感染人数超过88000人，是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病例数的激增给医院带来不小压力。目前，美国医院报告接收的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人数已突破5万，自10月初以来增加了约64%。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过去一周，美国共报告超过60万新增确诊病例，为疫情开始以来单周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一周。截至当地时间3号，至少有36个州过去一周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数较前一周有所增加。4号，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表示，现在是时候制定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检测方案，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确定无症状感染者的能力。据美国疾控中心估计，目前大约有4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没有症状。当地时间4号，拉美地区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145万，其中巴西累计确诊病例近560万。
截至当地时间4号，巴西全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559万02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161106例。为应对疫情，巴西政府本周开始将给全国的养老院发放总额为1.6亿雷亚尔，约合1.9亿元人民币的救助金，用于养老院的疫情防控。阿根廷卫生部4号公布，该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205,928例，累计死亡病例为32,520例。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卫生局官员当天表示，首都地区已经度过疫情发展曲线的高峰，但他提醒民众不要放松警惕，严格遵守防疫规定。当地时间4号，哥伦比亚卫生部称，该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1,108,084例，累计死亡病例为32,013例。哥伦比亚卫生部当天宣布，即日起外国人入境将不再需要出示核酸检测证明，但防疫检测部门将对入境人员进行主动追踪问询。按照新的防疫要求，旅客登机前仍需提前申报健康状况，全程佩戴口罩，出现发烧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旅客不得登机。抵达哥伦比亚后，旅客需在14天内向当地防疫部门报告是否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症状，如产生相关治疗费用将由旅客自行承担。目光转向韩国，韩国爱宝乐园4号为不久出生的大熊猫宝宝举办了100天庆祝活动，小家伙当天还拥有了正式的名字福宝。这是福宝出生后第一次与公众见面，福宝这个名字由约50,000名游客投票产生，寓意幸运的宝贝。福宝于7月20号出生，此前爱宝乐园一直通过社交平台向外界展示他的成长过程。福宝的爸爸乐宝和妈妈爱宝于2016年到达韩国，入住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开始15年的旅居生活。福宝预计将会在3-4年后返回中国。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每年的中高考可以说是牵动着所有应届考生和家长的心，考试政策的丝毫变化都备受大家关注。近日，长春市教育局下发了长春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标准，中考体育考试总分为50分。自2018年长春市教育局公布了新中考改革方案后，近日长春市教育局又下发了长春市中学毕业生体育考试标准，那从原有的40分基础上呢，改为50分。据悉，从2021年后，中考体育考试总分将为50分，由过程性考核和体育现场考试两部分组成。其中，过程性考核为30分，体育现场考试为20分。长春市中考体育成绩满分50分，以分数形式呈现，并纳入中考总成绩。7、8、9年级测试成绩所占比例为3:3:4，即7年级15分、8年级15分、9年级20分。7、8年级学生由学校组织测试，9年级由长春市教育局统一组织测试。测试实行统一测试时间、统一测试程序、统一培训和选派测试员三统一标准。练习的一些项目都是也是针对这个体育中考的一些项目所展开。那9年级就尤为重要了，因为它整个有一个统一的测试，这个相对来说是更难的。考试内容为一必考项目，男生1000米跑，女生800米跑；2、2选1项目，1分钟跳绳、足球运球、绕标之物；3、3选1项目，坐立体前屈、前置实心球、立定跳远。目前各中学都在围绕中考体育测试项目开展一系列日常课时和训练活动。要说今年什么东西全民疯抢，那一定是消费券。自今年4月下旬以来，长春市多次发放消费券，但每一次活动过后都会有人拍大腿说又没抢着。别急，消费券又来了。今天开始，净月高新区管委会将发放2种消费券，涵盖商超、零售、餐饮、汽车行业，共计1000万元。11月6号10时至25号24时，净月高新区将面向在长春市内消费的消费者发放商超、零售、餐饮行业消费券。本次消费券每人每份100元，消费券包共计20,000份，其中包含10元面值一张，单笔消费满50元即可使用一张；20元面值两张，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使用一张；50元面值一张，单笔消费满200元可使用一张。消费者在净月高新区注册的线上商超、零售、
餐饮企业均可使用。消费者呢可以在手机上打开支付宝 APP， 进入到 APP 的首页呢，在上面有一个搜索栏，我们可以搜索吉社通，然后进入吉社通的小程序。在吉社通的首页，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礼动净月月满金秋，点击进入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抢消费券的环节了。在规定的活动时间内就可以抢消费券了。那每名在场人员只可以参与抢券一次，抢券成功后，消费券会保存在卡包中。同时，此次净月高新区在支付宝、吉社通小程序里，还面向在长春市内消费的消费者发放汽车零售行业消费券。消费者在净月高新区注册的线上汽车零售企业购置汽车，单笔消费满10万至20万元可获得一次性补贴1000元，消费满20万元及以上可获得一次性补贴2000元。按照消费者上传相关购车凭证且审核通过的先后顺序发放消费补贴券，发放补贴总额不超过800万元。审核确认相关购车凭证后，消费补贴将发放到消费者支付宝账户，具体到款时间以通知为准。在当今中国电子支付已经很常见的时代下，一旦发生微信钱款往来的纠纷，都需要通过具体的微信转账明细作为证据。鉴于这个情况，微信新推出了更加人性化的设计。以往当我们需要用到微信转账记录作为证据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选择对微信转账页面的一张一张的截屏，这样呢费时费力不说，法律效力还有可能不被法院认可。那么最近呢，为了方便用户自行取证，微信新推出了一个账单导出功能，可以直接把个人账户的明细导出，同时加盖腾讯公司的电子公章。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让我们来试一试。在微信钱包里进入账单，选择常见问题，然后点击下载账单，选择用作证明材料，随后就可以选择时间段输入邮箱号，24小时之内就会收到一份盖好公章的电子账单明细。此外，在诉讼过程中，除了提交以上微信转账明细以外，还需要提供什么证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联系了律师事务所的孙律师。实际上呢，我们除了提交的这个我们的微信转账的这个导出的这个记录和证明之外呢，我们还要配合我们当时跟对方进行沟通，沟通借款呢，或者是沟通这个这笔交易啊，整个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这个呢我们是需要截屏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微信的这个转账，然后呢这个转账的金额呀，这些呢都要明确的体现出来。孙律师建议，在提交电子账单作为证据时，可以将双方涉案往来的转账明细特殊标注出来，方便法官查看。在供热管理条例中规定，居民热用户室内供热温度标准昼夜不得低于18摄氏度。其实供热标准的含义就是不能低于这个温度，但是不能说温度标准啊就停留在这个标准线上。最近省消协就倡议鼓励供暖最低18度提升至20度。在今年供暖之后呢，相信很多的热用户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供暖给大家带来的幸福感，但是其中呢就有一些热用户就比较苦恼了。那他们的室内呢这个温度仅仅能够达到标准的18度，或者是只能超出1到2度。所以说呢，针对这种情况，省消协近期也进行了倡议，鼓励这些热企能够将最低温度的18度提升至20度。具备条件的这样的供热企业，我们希望呢不要把18度作为一个最低的标准啊，就是让消费者满意，作为自己一个企业应尽的一个责任。投诉部王阳主任表示，虽然供热管理条例中规定了最低温度标准，但是热企也应看天供暖，让消费者的家在该热的时候热起来。那关于标准室温这件事呢，记者也了解到，辽宁盘锦宁夏银川的这个最低标准室温已经从18度提升至了20度，虽然仅仅提升了2度，但是呢这足以让身在北方和东北的我们不仅身上感觉暖和了，心里也更加温暖了。虽然咱们的温度还是18度，但是我们也在这里希望呢广大的热企能够承担起责任，让我们都能够暖暖和和的度过这个冬天。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进入十月天气也转凉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人体感觉很舒服的季节。不过这段时间一些人却容易感到疲劳，秋乏是怎么来的，怎样才能解秋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炎热渐去，人体出汗量明显减少，这是机体进入休整状态。然而机体在夏季时损耗的阴津还没有恢复，阴津和阳气不足，容易感到疲乏倦怠。如果不在饮食起居上进行适当调整，将有可能加重秋乏的症状。我们吃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饮食要有营养，白色的梨是最补秋燥，另外呢是银耳汤、山药等等都可以滋阴，都可以养肺，少吃辣的，多吃甜的，规律起居，保证睡眠更为重要。早睡早起，适当午睡，可帮助恢复精力，消除困倦。我们一直都是要主张叫做睡子午觉的，午时最补心火，也就二三十分钟。到外面去徒徒步，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别赶上风寒。适量的运动也能让你精力充沛。秋高气爽的天气相比夏天更适合做一些中低强度的户外有氧运动，登山、慢跑不失为这个季节锻炼的好方式，不仅欣赏景美，还能促进神经、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健康作用。除此之外，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利用瑜伽垫进行一些拉伸运动，或增强核心力量的平板支撑运动。来看两条体育消息。四号晚，2020至2021赛季 CBA 常规赛进行至第八轮，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东北虎队以105-84战胜青岛国信男篮。东北虎队上演三分雨，在比分上自始至终领先对手轻取青岛队。下一轮比赛将在11月6号进行，吉林东北虎队对阵天津队。昨天中甲争冠组进行了一场焦点比赛，结果长春亚泰2-0完胜大黑昆山 FC 队。本场比赛结束之后，长春亚泰在争冠组四场拿到10分，冲超在望。最后一轮比赛对阵成都新城队，只要不负于对手，长春亚泰就将冲超成功。再来关注天气，七号将迎来立冬节气，伴随七号前后的一轮降水，气温将再次下降。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六号我省东部就将迎来小雨转雨夹雪，七号到八号我省中部和北部由雨夹雪转小雪。最低气温将出现在8号或9号的早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山区最低气温可达-6度到-8度，其他的地区为-2度到-5度，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此次降温除了受降水影响，风的作用也较为明显。七号我省中西部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八号延边地区有4到5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未来一周，我省中东部地区有雨雪天气，注意做好粮食的管护工作。火险气象等级依然偏高，注意做好森林草原的火灾预防工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14到-1度；白城多云，12到-3度；松原晴，12到-3度。四平多云转晴，14到-3度；辽源多云转晴，14到-3度；吉林多云转晴，14到-1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2到-0度；白山小雨，10到-1度。延吉多云，14到-0度；长白山小雨，9到-3度。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烈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